说到法国艺术，除了著名的画作，还有歌剧以及音乐剧。全球最著名 IP 音乐剧作品莫过于《剧院魅影》（Phantom of the Opera）。在过去的2023年，音乐剧《剧院魅影》在中国进行了中文版的全国巡演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有请中国音乐剧的绝对翘楚——音乐剧演员、歌手、影视演员，也是《剧院魅影》中文版的联合制作人阿云嘎先生，在今晚为大家带来《剧院魅影》的经典曲目《夜之乐章》（The Music of the Night）。有请阿云嘎老师。
谢谢。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阿云丹老师，谢谢。感谢阿云丹老师的深情献唱。